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上解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字就是“白”。白用讲是真难、真赶、无良相，咱就当讲时间真白、手头真白。另外，卖当讲是空间伤过压迫，咱就讲桌啊摆了伤过白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压迫，这就是代表讲无经过人的同意，逼人做伊无爱做的代志。第二个词“强迫”，意思就是强强甲人限制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咱新闻慢慢讲过，强迫张飞读春秋，至亲难辨结冤仇。这个意思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，关公甲张飞是结拜兄弟，关公爱读春秋，啊，那张飞的个性较冲动，无爱读册，那是强迫张飞读春秋，就变作阿鸡不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，别提供予大家参考。